前面我们讲到西方净土无力施物生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这就是说明往生成就的殊胜，说明这部经不可思议的利用啊，的是圆证深意啊，即此经不思议的利用。无力跟诸位报告过了啊，这个要解上讲到无力施物啊，施物呢就是十善业道里面所说的啊，深山啥道隐，这是深造的三种物，口思啊，这是讲言语，有四种啊大悟。第一个是妄语，妄语是欺骗众生，这个语不诚实啊，不是实在的啊。第二呢是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使这两个人不和啊，这小是两个人，这个大的呢往往挑拨两个国家了，两个国家不和就要发动战争了啊，所以这个两舌的之握是非常非常的严重。